今天为了你，就是精心打扮。你不觉得他这套衣服很像我的吗？你知道他的裤子其实可以拉很高哎、欸，所以这里面有安全裤吗？卡哇伊，我没有穿安全裤。为什么我会被你吸引？我真的很想把这个拉开。好嘞，你要露就露啊。不行啊。好了好了，快下去吧。那边没有剃。哎，可不可以买你的？一起唱歌，一起牵手，一起听音乐，好不好？买你一个猪头，只是想关心你呀，让你知道还有我在，好不好？哎，可不可以买你那么快乐？我们一起唱歌。一起牵手，一起听音乐，好不好？买你，买船，买买买船，买你，买船，买买冬瓜，买冬瓜皮，刷我的卡。我把我的电话写在这里。不知道名字，那我打给你的时候要，你会说你是卡哇伊吗？对，你就说我是，你是卡哇伊吗？我就知道是你。哦，嗨，啊，卡哇伊ですね。嗨，嗨。刚刚两个还在演那个向左走，向右走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先介绍今天的嘉宾，他是蔡米佑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米佑，耶、yeah, ，我来了。今天为了你，就是。精心打扮，你不觉得他这套衣服很像我的吗？你知道他的裤子其实可以拉很高哎、欸。对。你们想看吗？干什么东西？所以这里面有安全裤吗？卡哇伊，我没有穿安全裤。为什么我会被你吸引？应该要这样子的。好，希望你会。不是因为我们刚刚耳机里有人讲话，导演在讲话，所以我们就跟着回好。对对哦，好。好，希望你不管到几岁，你一直都很可以啦，好不好？我跟你真的很随性。对呀、啊，我可以，好。好，你会不管到几岁都要一直很可以哦。我们要一直都可以。好，很可以。我一直都会在，不管你的任何场合。我真的很想把这个拉开。好嘞。你要露就露啊。不行啊。好了好了，快下去吧。那边没有剃啦。刚导演说你是要从那边还是这边啊？
这边啊，左边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谢谢蔡明。